第五人格11月皮肤排期，11月7号 P5 联动第三弹重磅开启，参与联动活动即可免费获得法罗女士的全新联动紫皮方泽侠。方泽侠的觉醒皮肤 Violet 则需要花费1388回声并完成任务才可以获得。同时 P5 前两弹的内容将会继续返场，届时大家可以通过联动精华进行抽取，此前抽取的次数以及获得的反抗之魂都是会继承的。本次活动结束之后，该联动就要下线了。如果还有想要的皮肤没有得到的，一定要抓紧这次机会了。下一次 P5 返场真的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到时候分享联动活动呢，还会送大家800个灵感。这奇格也要提前预祝各位一键三连的家人们都白嫖到自己喜欢的皮肤。10月14号，第35赛季精华3开启。本次精华为全新剧情《喧嚣马戏团》的主题精华。精华内容包括全新角色喧嚣的限定金皮，以及舞女和哭泣小丑的紫皮。参与全新的剧情活动即可获得30个免费的精华。这里同样要祝一键三连的家人们都抽到自己想要的皮肤。蜘蛛的紫皮聚光灯上也将会随着剧情活动上线，参与剧情活动即可免费兑换。免费的紫皮千万不要错过了，后续返场的话只能花费资源去兑换了。10月21号，感恩节活动开启。本次感恩节将会有6款限时皮肤返场，分别是红夫人的夜巢、园丁的怪鸟、空军的天河、盲女的建筑师、黄衣之者死灵师以及佣兵的柴郡猫。皮肤和挂件的价格我都给大家标注出来了，有需要的自行参考。不过这里七哥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好资源，因为马上新年将会有一大堆新皮肤上线，其中包括了非常重磅的新年限定金皮，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的花费自己手中的紫薯啊。本次感恩节还会返场速回系列以及象牙塔系列皮肤。速回系列本次将会返场杰克的好孩子、守墓人的墓志铭、大夫的起航日、医生的痊愈以及小提琴家的魔音回响。每款皮肤售价都是1388回升，返场无折扣，仅限回升购买，可以使用6折卡进行购买。象牙塔系列本次会返场医生的模范生、调香师的王女、佣兵的黑羊以及空军的淑女。每款皮肤售价60回升，仅限回升购买，不可以使用6折卡进行购买。10月28号，玩具商的全新工艺紫皮上线，上线期间将会有持续的6折折扣，折扣价838回升，仅限回升购买。大家一定要注意，工艺紫皮都是限定皮肤，后续不会再次返场。有喜欢这款皮肤的，这次能够拿下的话一定要拿下了。而且工艺紫皮所得利润最终会全部用于支持相关工艺，也相当于我们既拿了皮肤又做了工艺，还是比较有意义的。OK， 那么以上就是11月份高级皮肤的一个整体排期情况。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给七哥一键三连。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皮肤排期以及版本福利内容的话，别忘了关注七哥。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